好，观众朋友们 ，MWC 世界通讯大展就在今天正式登场了。而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，现在来说呢，天才渐渐开始亮而已。不过现场来说，已经有非常多的民众以及厂商陆陆续续的都在进场了。你可以看到现在天还没亮，不过刚刚在天黑的时候，路口就排满了非常多的人，一路呢是从前面一路到后面，通通都是人在排队。而我们媒体来说啊，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还挡在外面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通行证来说，媒体都要8:30之后才能进场，也就是台湾时间的下午3:30才能慢慢的进来。那么这一次来说，其实 MWC 的展览也越来越盛大，包含说预估会有10万人前来之外，非常多国际大厂以及这个台湾的大厂通通都来到这边。那么稍后呢，其实在以电信业者来说，电信三雄包含这董事长远传的董事长徐旭东，还有呢像是这个董事长台湾大哥大的蔡明忠，甚至是中华电信的总经理也通通都会来到这边。另外 STC 的董事长王雪红也是5度的亲自出征来到这边，稍后会有更详细的介绍，再把时间镜头交还孟内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